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我要吐槽一下郝三。昨天下午我们俩因为一件小事啊意见不同，然后争吵起来，而且越吵越凶，然后郝三的嘴跟装了马达一样，我根本就说不过他，然后我们就是一下午没说话，今天算是气儿消了。我不能参加你这样亮着，我一参加你这样亮了，我就先给一个人慌出暖音了。我走了，春暖也很。你对他不是这个事，你越说我发脾气了。你不能就，你不是人非双飞的呀不？最坏的脾气扎下给最亲的人。你跟你那么生人说说的，每天都是笑嘻嘻的。是啊，说这个就是，我觉得我就能。哦，要是我不要说得了抑郁症了，每次争吵以后，你都是说我得了抑郁症了，不要一会儿找借口啊。但是我觉得接着，说这个说完别的算接着。有时候是两口子有这种感觉，两个的话，两个凶了，你突然之间就如果要来陌生人，你找点东西扔进。那到交通搬家了，没啥差了多啊。叔叔吧，我说真的不够叔了，不料差了多少岁。一般说说，然后就很多病就都是因为生气引起的，把那帮心里头然后抓住了气，真的。我一个人活了两百天。你有缓解？你可不是这啊。不告诉你，一个更丑。我虽然真的是气，有些笑了吧，但是我决定了，真的话不能说话。不说话是吧？而且这回我主动讲回老舅，以前一人要求回来，这回我讲回。上午一生气了，光讲回老舅办了。那不会吧？都已经好了，咱们已经好了。他是已经好了。郭鑫，怎么？你跟着爸爸回老舅啊？不听我讲，我老觉得不是啊，我不是觉得烦了就嘞，怎么着？就你中吧，我不中啊。其实真不值得生气啊，先生们也没说话，一生气了我就把有个屁股摔到了这块了。说我病算了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一晚上学了做我做着养生咒了，我嘴巴咒算了，材料我都买好了。你们嘴巴咒就多好了。美容养生粥啊，我就是粥啊，养好了以后就成了天朝通道了，发廊花朵。你怎么都不知道做粥，那婴儿得提前泡粉了。就这细细不中啊？就是提前泡开才能熬粥的，知不知道？中啊，那就泡吧。泡都不知道做，泡了啊。就是吧，是水泡不就是？是温水泡嘞。你中啊，那就是温水。我说你啊。你是温水泡着的，然后做完自己的白醋泡了圆圈，五分钟就泡好了。老子今天八个，我信息了。吃完这是什么？是枸杞。你有没有幽默感？抖动吧。不吃了，打理你。好好的，小杨梅，像一朵盛开的鲜花。你把我更娶了啦，我不要生了。知道啊，不要生了，不要生了，出来孩子。没成意啊，一早这就没成意。你说成心成意到墙上还敢整药去嘞？不能说，不能说活的，说活都不能说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你平常可不是这个说的，你平常就该说狗改了，只是不一直拍视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是拍视频的，然后就该说一个好听的，好听的回来。我说你对不对？说的不对。中了，我这不知道不能。我还问他脸上的，看见了？我看见多了，不错，成功。经常惹人闹的。嗯。趁人家嘴软，挠人家手短呀！人家害了我的咒了，知道我想要啥了吗？能掌握住逻辑，你天天吃我给你做着法了，能改做个人？相信很多夫妻都有吵架的时候，其实能成一家人就是一种缘分，大家一定要相互理解，彼此包容，最主要的就是懂得谦让。明白了没有？我明白。